星界大餐，好近。来看看妈妈他们选什么。想很久。不敢吃。他敢吃。上面是洋葱吗？是洋葱薄饼才能吃。看起来好吃哦，这边也能点这个咕咕点，不是 drink， 好多菜啊，你的应该充满菜的一个细胞吧，试试看怎么样，上面有丰富的吧，可以直接吃。母亲有吃饱吗？有啊，你看，没有吃饱，怎么啦？怎么？现在在把酱油给补。哇，好哎，好哎，开心。我喜欢他们在甜点区，这里很棒。只有你背面而已，然后再看到妈妈这个草莓珠宝盒，对，流汗的，流汗的宝盒。这个在这里什么东西啊？对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在这个巧克力吧，是红茶。你看一下，刚才那个。